本期节目由陌陌赞助播出。一入陌陌深似海，八卦就在身边嗨呀！名侦探侯赛雷，谁哄我就抱抱谁啊！我是你们的正义小天使侯侦探。前几天呢，侯哥接到了一条网友的私信啊，他是这样说的：侯哥，我家的鹿晗欧巴呢要开演唱会了，他宁肯取消演出，也不愿意卖高价票坑我们粉丝，我真的好感动。所以我想问一下，我家的欧巴如果开演唱会的话，他会亏损吗？以及他的年收入大概有多少呢？啊？哎，这位同学，你先不要哭啊，侯哥帮你算了一下啊，去年你家的欧巴光代言接了就不下十个，收入呢也不多吧，几千万。看看人家这一年大概等于我们干十几辈子工资的时候，侯哥只能默默地给自己打气。活下去需要勇气，来面对跟别人的差距。因为对明星收入的强烈好奇呢，侯侦探咨询了一下在陌陌直播室里勾搭上的在圈内工作的好基友啊。哎，大家不要想歪了啊，我们可是纯洁的八卦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女神佟丽娅，更何况她只是个男的呀，可惜了。最近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份明星的年收入数据啊，主要涵盖的呢是去年走红的小鲜肉跟小花旦，其中 baby 以1.1亿暂列名单的第一位，吴亦凡跟鹿晗呢基本是差不多4000多万啊，然后杨洋是他们的两倍，有8000多万，李易峰呢9000多万，另外走逗逼风的贾乃亮也有8000多万呐、啊。看到这些数字，大家就秒懂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想当明星了吧？侯哥，我也好想当被人喷吐的陈思诚，好吗？因为有佟丽娅呀。带着对这份数字的疑问呢，侯哥咨询了陌陌直播好基友直易峰，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这些这么多的还没列出来呢，那当然这里面还有水分啊，就比如那个谁啊 ，baby， 他跟那个黄教主不是还成立一个公司吗？搞各种创投，然后那个他 baby 大大小小的出来站台费啊，收入肯定更高啊。那另外呢，这个钱呢有很大一部分肯定要跟经纪公司分的，对吧？一般新人的话，那跟经纪公司一般都是28或者几分成啊。但听说李易峰呢在欢瑞的地位啊，那挺高啊。他跟公司的分成，那就是82分了啊。他把公司二。那你觉得杨洋是吴亦凡跟鹿晗的两倍，这个事儿是真的吗？杨洋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高，他的代言费啊，这几个小鲜肉里面最少的。对，但是去年接不少片嘛，不少活，影视剧、大 IP 啥的，那都给他送爽挑的。他的进入上去以后，我跟你说，他现在这打包价好像他妈已经涨了2000多万了。因为去年他不还上升期吗？所以一部剧价位一到手就挺接受的呀。那另外我的这个电视台哥们儿啊，说他们接到内部通知，明星片酬那不能包括电视剧总经费一半，对吧？所以这个报价肯定有水分的。那你说其实明星要是要那个算收入的话啊，商演站台那肯定来钱更快，那紧急一线站台费那一次就500万左右，那其他也有几万那几十万呢，那有的还按小时算呢，那谁能整了？服不服？对不对？上哪说理去？虽然电视剧呢看起来是没有电影那么高逼格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有些明星的电视剧收入也不比电影少啊，哈哈！难怪最近是有一大波电影咖回归来拍剧了，比如那个冯绍峰脑抽筋了啊，接演了 cosplay 剧《幻城》，而周迅呢也将出演《甄嬛传》的姐妹篇《如懿传》。面对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高收入啊，一般明星肯定是买啊。但是在娱乐圈里呢，还有这样一群不一般的明星，他们特点呢是在钱方面特别善于动脑，接地气点来说呢就是抠门。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其实娱乐圈老多贼抠了。我跟你说，就你这边名单上啊，我好几个，我就听说他们那个抠门事有啥了哈。其中一个去年拍的那什么仙侠类电视剧大火的一个女明星啊，今年过年时候剧组开工都没休息，然后其他演员呢，对工作人员就啊拍红包啥的，就她一个人啥都没准备啊，那场面也是老尴尬的。她那想走那个逗逼路线的三线男演员呢，今年炒挺火的，有爱好就是喜欢上店家卖个手表，来买个8000块的，对吧？一顿砍价，有店家帮忙代购好了，啊，他又不要了啊，还说店家你还可以再卖，对吧？就你人家代购啊，你要这么退了，不是整拉黑的吗？当然还有些女明星经常刷脸，时尚购物啥咱就不说了。我听说最牛逼的一个啥，一个开几百万豪车的那个女演员，结果跑到路边一个超市，
2.5元一瓶的康师傅。看到娱乐圈里有这么多以节俭为己任的优良代表，我真的才觉得娱乐圈并不是一个完全物欲横流的地方啊！我抠故我在，他们真是圈内的一股清流啊！哎，搞得侯震震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发出去了，啊，发是吧？冷静冷静啊，冷静。不过呢，抠归抠啊，对待工作人员呢还是要善待一点的啊，不然以后谁帮你干活，谁帮你安利，谁又帮你当水军呢啊？保不准这群人最后都到默默的直播间里爆料你的各种黑历史了哈。啊，今天说到这儿了啊，侯哥要给大家小伙伴的一个喜讯。刚刚我们在默默建立了侯震震爱八卦的群组，群号码是38402990，随时欢迎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安利和爆料啊！好的坏的呢，咱们都能说；过期不过期的呢，咱们都很好奇啊！赶紧搜索加入，跟侯哥聊5毛钱的啊！聊嗨了呢，就各种红包砸向你，有没有啊？好了，接下来进入侯哥秀口活的板块，快男30秒。连着 WiFi 啃着西瓜，吹着空调晒着蛋，刷一刷账户钱刷刷的进来了。这就是让18线明星也嫉妒的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播了。眼瞅这直播们月入百万，各路明星呢也是饥渴难耐加入到了直播阵营里。从名扬有点好妹妹，小清新组合牛奶咖啡，实力唱见任贤齐，带着煎饼侠贾樟柯，影视哥三星艺人都已经在默默直播现场直播过了。又或者呢，我一个人好奇贾樟柯来直播什么呢？难道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换分镜了？当然，明星直播的逼格呢比一般的还是高很多的啊。自带的舞台灯光音响还是被一个人赏心悦目的。对于这样的高质量的直播，我举双手赞成，毕竟不用掏钱看呢。前段时间因为和 BY2 的优米妹子短暂恋情而被各种八卦的赌王之子何秋君同学，最近在 ins 上分享了自己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的喜讯，说今天很开心的告诉大家我考进了 MIT 的金融硕士课程，而且还破纪录的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考进该课程的学生。我的妈呀！嘉宾李大沙站在了学校著名的原理演主前，而且穿上了印有天才真正的红色 T 恤。要知道啊，何秋君的老爹可是3000亿身家的香港赌王呢，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想着怎么把钱花完吗？我说啊，身为一个富二代，没事学习这么努力，真的不是想告诉我们上天总是公平的，给了你年轻、财富和颜值，也会给你聪明和能力的残酷真理吗？号称出轨家族无数的美国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早在拍摄《云图》时呢，哥哥拉里就做了变性手术，并且把名字改成了拉娜，两人从兄弟变成了姐弟，已经让人感叹人生已经很入戏了吧。但是更神奇的是，安迪居然也追随了姐姐的步伐悄然改造，并且在前几天发长文兴奋地表示自己已经变性，并且改名为莉莉了，两人从此真正实现了从兄弟到姐妹的蜕变。我的妈呀，姐姐呢当时表示依然喜欢女性啊，只是不知道妹妹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呢、啊、如此跌宕起伏不顾世俗眼光的精彩人生，真是有个问题留人纠结呀。就这个来看，以后提名著名女性导演是不是也该把他俩算在一内呢？我说，本期的后期小妹将会让最近大火的撩妹圣手宋仲基搭档另一位圣手金秀贤，上演一出脑公与脑公之间的互撩大战，好期待呀！快来看吧。사랑해너를잊지못해난그저애타게널기다려왔어내곁에없는너한테지너말을그리면 USB 정면승부로는절대로이길수가없는아주어이없는약점내가알고있어널내가죽으면너도죽고그럼아무도그래도지키줄수없을거야그래도괜찮겠어죽고야죽고야강조코네가말만잘듣는너한테아무짓도안해너그만영원히변치않을자신있어미칠것같아서터질것같아서정말이제는떠나자다시
지 네가 또 그리워 오늘도 가슴에 남아서 지울 수 없어서 정말 이렇게도 아픈데먼저연락준거라고생각해 이렇게멀쩡한것도신기하고그쪽이원하는걸내가하지그럼여기서멈추고이재근씨당신을살인죄살인교사죄그리고납치감금죄로긴급체포합니다다시시작하고싶다고세상사람누구나가하는평범한사랑을그렇게신에게기도했던것같아요비를맞아도눈속을걸어도다시또살아도오지굿모닝又到了国民闺蜜猴哥一对一相爱心的时候了啊！一位叫做 KV 小小雨的小伙伴留言道：“猴哥，我要向火飞。”哎呀，从这短短的理直气壮的五个字里呢，我已经读出了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单身狗的悲伤故事啊！好了好了，红包给你啊！如果你全买辣条的话呢，够你吃两天的吧？另外啊，还想要更多生活费的话，可以来默默的猴侦探群组，会不定时的发红包啊。不过这个红包你还是拿去找男朋友吧，好吧？有了男朋友就不用吃辣条了。哎，去找男朋友。姐回来。哎呦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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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吗？你说捡个红包要捡回来。一位叫做心伤于痛的小伙伴说道：“听说会员皇冠点亮的能跟你降板是吧？那我这个一次性开了五年的你怎么说呢？快给朕跪下唱征服！”好的，陛下，既然您皇冠 VIP 呢，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邀请让我唱征服呢，那我就必须满足你。我就不唱你的毛咋的啊？就不唱。微博上一位叫做做你的海王星的朋友评论道：“胡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牛鹿安利吗？”哎呀，这个同学，您别着急啊，先用猴哥的红包买几包辣条，缓一缓啊，该来的福利总会来的。后期小妹正在等素材构思中啊，很难做的好吗？猴年我们一定会放出来的，好吧？买辣条去吧啊！最后微信上一位叫做齐家妈妈的评论道：“猴哥，红包的实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位辣妈啊，你看看猴哥我一表人才、才华横溢的，是欺骗你们玩的人吗？红包双手奉上，红包刚才扔没了，忘捡了。好了，本期的评论就见这么多了啊！欢迎各位亲人们继续踊跃发言，我们下期再见。哦，对了，还要这里加入我们的 QQ 群、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微博。QQ 群呢，我们现在人已经满了，我们已经有开了三群，大家可以加我们的三群啊！哎，没办法，太火了嘛，对吧？嗯，来吧。最后呢，跟小伙伴预告一下啊，我将在最近在陌陌上有一场直播的 live 啊，直播的内容呢是既有业内八卦，又有情感咨询。啊，主要是为了我自己找对象啊，哈哈，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在这里先给大家爆一个料哈，那就是我们的后期小妹的小八卦，她可是 HOGAY 在距离公司附近280米的一个陌陌影视八卦组里邀啊，不是，是邀请来的啊。你给猴哥送鸡腿，猴哥给你发红包，记得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嗯，当我在设计衣服的时候，我也会
用演戏那样的同理心去想，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会需要什么。当你把一块布做成一个造型符合你当时的心情的时候，你赋予它的感情，赋予它的造型，每件事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表达。